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这一场我们带是一个很一般的勇的一个排位解说。为什么这么一般？你要丢上来？你没骗的、没梗的、没想法了是吗？好了，其实就是啊，对，江郎才尽嘛。对，我花也是有凋谢一天，不是啊。这一场其实我觉得前面还是有一点看头，那是有蛮多粉丝有认出来，所以我觉得稍微可以上一下，因为。就是有人说想要问，就是在问啊，我现在有点结巴、啊、害羞啊，不是，反正就有这个粉丝嘛，是希望说是不是可以上传个影片啊，会不会上传影片啊？对，你们打这么 carry， 对我是觉得真的很 carry 啊，所以想说好吧，我们就把这部影片给做出来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；你有看到的朋友的话，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对，我们就好好的共襄盛举这一部影片。这边一个出了一个鞋之后，哇、哦、啊啊啊啊！对方的射手在这里啊、可是有一只波比，不是波比，提米哦，这个提米基本上会狙哦，啊，搭配我们的维拉啊，是成功的收掉对方的波比啊，不是，怎么讲波比？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应该叫波比的一个角色。这边的话啊，队友在打人，那我也在打人好啦，这边有一个蝙蝠侠，一个一技能定身收掉对方蝙蝠侠之后，赶快全体来吃魔龙哦。那我先稍微的站离魔龙远一点哦。那被动打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稍微的再让被动多更多发，不要急着按就是其他的技能之类，不然这样被动会不太好打。我们这把剑是为了探视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就是蓝 buff 有没有在吃蓝啊或什么。哦，这边有一个提米啊，提米又被我定身了，哦，直接死啊，有没有很猛啊，这队友是相当的 carry 啊，让我们在前期这边直接拿了两颗人头。希望有拍片，对，有啊，当然有啊，对啊，你这么棒，很棒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下路没事做，我们就往其他路去做一个支援。那由于我平常是不出血的，但是想说啊，支援一下好，我们就出个血。哎，对方是蝙蝠侠，这个蝙蝠侠要是抓到哇，我会很难受啊，所以还是必须出一个物防血。哎，这个被吃掉了。那对方提米呢，在中上路这边，雾马是不是要抓他、啊？你这还不跑啊？哇，这射手怎么搞的？这把剑在等你，我在等你，我去，我这边再一个一技能定身，收掉对方的提米。刚刚那个射，明明提米就跟在我们雾马后面了啊，结果呢怎么样呢？这射手还不走啊？完全就不走，那这防御塔是迅速的推掉就 OK 了。那因为我没有打野，所以我身上不太会有蓝 buff。那我先扣个吃魔龙，快速的拿一下这个野怪之后，看一下队友那边需不需要帮忙。靠过来，对方有 Timmy， 这是 Timmy 不好处理啊，这个 Timmy。Timmy 在后期真的很烦哦，有点难打。你要随时注意一下他的大招怎么有没有缴过之类的。那我这边先拿一下，先刚一把剑测试一下魔龙那边有没有人。那我这边再靠下来，来清理一下这一波的兵线线。中路那边，中路这边，这个助攻也好啊，给我个助攻嘛，兄弟，给个助攻嘛。我这边是不是要找一个闪现过去？哦，这提米啊又死掉，是真的死掉，假死啊，兄弟，他假死啊。蝙蝠侠想打是不？这边我的破阵已经出了，他这边我用被动去点一下塔。然后这个兵线我们就尽量站直线一点，这样的话，哦，蝙蝠侠来一个闪现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二技能？再用一个一技能定身，最后一把大招 ，bang， 收头，是不是？蝙蝠侠是不是就是这么好杀呢？是不是？谁说蝙蝠侠是射手兼督的？好不好？只要我不要遇到打野哥啊，应该都还好，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督得了我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吃一下。那这个莫拉非常非常友善，这个红 buff 都给我，我是为了这红 buff 才把影片出来的，哈哈，没有来看一下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对方的提米会靠过来啊，那我也不知道对方射手在哪，所以我没有想着前进，我怕会被对方直接硬搞死啊。上路那边稍微看一下有没有射到人，没有，哦，有，上路那边有人。那提米来到了中路，那我们也靠过来。哦，这特兰纳斯的箭很及时啊，我刚好赶到，刚好射到我。那这边我们队友好像遇到麻烦了，赶快靠过来看一下状况。哦，好像打起来了，有没有助攻？提米收掉，收掉提米之后，再收，我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不怕，技能杀起，加油。好的。
到对方刚有技术上失误，可能会有点小杂音 ，sorry bro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打的是相当的溜啊，对方只有四颗人头。然后我从现在开始就大概一直停滞在306这个状态。306是一个听起来不太好的台语谐音啊，好不好？那中路那边的话，我们队友可能原来我们有夜叉在啊，完全哦夜叉走凯撒的，完全都没有意识到有一只夜叉的存在。这边中路是不是需要支援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状况。那维拉的蹲草一套其实也是很凶很猛的，被蹲到基本上很难。薄皮角色基本上就 GG 哦，真的是一套收。我最近这一把箭射过去，有没有助攻？有没有助攻？哇，好直的箭啊，直接穿过去了。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自己慢慢农业，很无聊啊，很无趣啊，无聊啊。要想到小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怎样呢？放假的时候啊，有时候真的没有朋友，很无聊。你知道我小时候那时候都在玩什么吗？我刚在玩折叠式 gamble 的神奇宝贝吧。哦，那时候很流行哦，很流行折叠式 gamble。那时候原本一开始玩 gamble 是黑白，对，相信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，然后壳会是透明。我记得那时候有紫色跟就是紫透明，然后那时候我玩的 gamble 的第一个游戏是一个炸弹超人，然后我也忘了，好久，国小，真的国小的时候。我这边不要又来打乱我说故事，然后之后有一种 GBA 嘛，就卡在变窄窄的那一种，对，窄窄的。然后但 GBA 我没有买，我也没有玩。然后彩色 game 我也没有，但我就是小时候打工的时候就存在。我记得哦，那一台折叠式 game 3500，真的3500啊，不夸张啊。那我那时候打工也是存了一阵子，然后存到3500，然后买了第一个卡带。我好像买一个组合型的卡带，然后之后单独买一个绿宝石，谁毛病绿宝石版的卡带。然后那时候一个卡带700块，我想对这种数字，我数学超烂，都不知道我对这个数字都记得很清楚。一个700块卡带怎么样呢？每次一打完四大天王哦，几乎就不见，完全没办法去那个梦幻工厂，你知道，就是后面那个战斗工厂。然后我另一个国小同学啊，我那时候小六而已，他有一个正版的那个绿宝石的卡带。你知道正版的卡带是怎么样吗？它是绿色，然后呈现一个半透明，然后他说一个3000块，哇，3000块，一个卡带可以差不多买我一台折叠式 gamble， 你说这恐不恐怖？这凶不凶？超级超级多钱啊！然后呢，我想想那一台之后玩到国中，没什么在玩，啊，最后我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，很多小时候的东西都是突然就 disappear， 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好不好？那现在想一想，之后不就有一些什么掌上型的 NDS 啊，什么就没有玩，对，之后就没有再玩一些掌上型游戏。不过还是很怀念那种小时候跟大家一起玩神奇宝贝。虽然说，哦，那时候还有传输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传输线，然后就可以对答，然后可以去神奇宝贝中心交换那个宠物嘛，啊，交换神奇宝贝，然后什么飞天堂带着那个什么钢铁的衣什么啊，然后就可以变成盔甲，对，那个叫什么盔甲螳螂吗？然后大岩蛇带那个钢铁之翼也会变成大钢蛇，就是要进行传输。然后鬼师通传输之后变耿鬼，熔融岩传输之后变熔融石，是吧？因为忘了，哦，好久了。这每次你知道，每次谈到神奇宝贝啊，就跟谈566一样，是一种你知道，是一种回味啊，真的是小时候的回味哦，真的是小时候的那个记忆。直接涌上心头，我永远就记得我第一次玩黄版的时候，欸，没有第一次，就是那时候还在玩那黑白版的 Game Boy， 然后就一个黄版的卡带，然后就他把喷火龙一直练到81等的时候，我记得我第一招给他学那个撕裂，因为黄版很旧，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技能，第一招学撕裂，然后第二招喷射火焰，然后第三招飞天，然后还有地震，跟第八道馆那个大头目啊，那个本木老大打，然后换了一个这个，他给你技能26地震，然后我就给喷火学这四招，我想可以对付所有什么幽灵系、水系，因为他当然到81等，我就只带着一只喷火龙，超猛。那时候觉得自己超帅，你知道，很像那种就是那种英雄情节啊，我带着一只神奇宝贝啊，然后就一路杀杀杀杀，这样把三辆杀的，然后屁股尿流，杀的蹦下咔啦咔，你知道吗？最后一个好像小帽，对，小帽。
可是他们等级都不会再上去啊，不像之后会就是有其他变化。哇，那时候真的是很无聊呢，你知道吗？就带着一只喷火龙一直杀，你知道，就跟这场比赛一样，蛮无聊的，一直杀呢。然后那时候真的是杀到真的是哦，补血药都不用用，真的是几乎就是一击必杀，你知道吗？是真的。不过每次打一个四大天王之前，就是都会存档，所以就算死掉，再重新开，就重新再来过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好了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记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共鸣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好，感谢大家听完我这么无聊的一段回忆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呀、yeah ，拜拜。